天欠人，这是伫咧海墘啊，捡到摄像机，准啊牵起这段缘。去年一个读宜兰甲明国小的小学生，伫咧无尾港海沙堡清的时，无意中捡到一台摄像机。落尾才知讲，这台摄像机已经伫咧海面捞933天，上尾顺势找到摄像机的主人。主人是一个日本查埔大学生，迄当时伊就答应讲会搁再来台湾参加这个学生的出业典礼。即马真是讲会到做会到，一年了后搁再一届来到台湾。或者学生拢感觉足欢喜。拿出一个神圣嘉宾。礼堂内底，大家学生的胸坎拢变一朵花，因为毕业典礼，这个新毕的嘉宾，和学生安尼真出力来拍扑克来加欢迎。原来伊就是对日本来的相机的主人。去年初めて来た時に、小学生たちが6月に。卒業式があるので来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てたので。伫个旧年三月，宜兰国小的老师甲学生带去海边啊做净滩清粪扫的活动。一个国小五年的学生何调温，伫个无意中捡到一台已经拍唔见900多天的摄像机，尾啊才发现讲，这竟然是一台日本查某大学生的摄像机。找到的时，伊真感动，佮甲只个捡到的学生因讲，伫个过当年，伊会来参加因的毕业典礼。不过尾啊，老师超工把这个代志甲暗藏起来，和学生叫是讲，这个查某大学生未来参加因的毕业典礼，互因足失望的。他后来感觉后来就是，他现在现在还在读大学，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再跟他见面。这个日本的查某大学生讲，伊应人个做会到，还佫准备只个小礼物要来送予因。これ本当サプライズだから、知られないように李先生と子供たちにも行けません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よ。OK。もう卒業式には来るって去年から決めてたので、もうず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て、でもその。プレゼントを作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その時もすごい子どもたちが喜んでくれ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ながら。一台对海的来的摄像机，堪满无共的缘分，嘛，予这群小学的出业生留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记者综合报道。